看到出来了，它啃竹子。快点，爷爷来了。花花，哎呀，地方好乖哦，地方的样子。花花，这儿。花花。花花，哪个在喊你啊？花花听到爷爷的声音了。啊，洗不干净，咋是洗了咋？啊，洗不干净啊！爷爷说早上已经洗了。对，洗了澡澡的。洗干净了还是干净了一些的？对，干净了。花花，别走啊！哎呀，你听到爷爷的声音啦，宝宝。哎呦，花花。哎呀，好乖啊！哎呀，跟爷爷走过来了。看到爷爷了吗？看到爷爷了，看得挺好。嗯，哎呀哎呀，爷爷好。好听话呀，花花。花花。花花。好了，走走。儿子喊你。走。你说爷爷叫我干嘛呀？爷爷给我们洗了澡，爷爷要给果果吗？他要回毛不？哎呀，上去了你啊！哦，你要上去吗？哎呦，就是这样吊起来，那边去了，要经过花木村。呀，花花要上架了。我说你弟还是要那个，他都要重视这个事情。哦，花花。Thank you.